声音鬼鬼神前，从此浮上天国宴席，宝座或水浇灌喂养我们，邻里得着供应真有享受，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，吃喝神话语明白了真理，看清了世界的黑暗邪恶，跟随全能神是最大福气，撇下一切来为神花费。见证，我们享受到